偏向力量型的选手，看到有很多的旋转跳跃，然后跳跃和跳跃之间还有一些难度比较大的纯粹靠力量的一些链接啊。对，但它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吧。对，那个手扶冰的一个动作，那个内点三周跳，他的这套节目不算是现在的花样滑冰单人滑里面女子单人滑里面高水平的。近几年女子单人滑还有男子单人滑都出现了一批特别高水平的运动员，包括俄罗斯的现在新出来的小运动员已经能做到男子的难度了，就非常厉害。嗯，这是世界体坛的一个趋势啊，这个女子动作男子化啊。对，当然很少有人做得出来，能做得出来的现在很厉害。是，这得首先你得拥有极高的天赋，其次是你得后天你肯自己得去练啊。是的，要努力。这个动作失误，手扶冰。这动作还失误的比较明显的啊，还好，算是比较轻微的失误吧。中间在有一些转动的时候，好像似乎还有一些重心的晃动啊。它旋转是需要换姿势的，这个用来做增加难度。嗯，当然这也是一位高龄运动员了，29岁了，看得出来啊。在等待自己的成绩。意大利选手罗贝塔的短节得分为50.65分。
50.65分，是的，创造了他个人的一个SB 啊，对，创造了他个人的一个记录。下面出场的是黄苗。